你说这天气怪不怪？说变就变了。 防军已经失守了，这些老鼠是我们应付不了的。前面的小白盒站，医院里头就有这种药，再不走，都得死。我知道你们很害怕，我也很害怕，可是我们还能做到哪里去？我去。 我去，儿子，我也去。药必须吃，人必须救。咱们有来路，快呀！